咱都用手这把小麦克。找谁呢？你是妍妍，妍妍，妍妍，我是你妈，你妈回来了，妍妍，我是你妈，妍妍，我是你妈，你跑啥你妈？这不是你娃，十几年都没管过娃的，整成不好的人娃来的，赶紧滚，走，滚！爷爷，姐姐，爷爷，姐姐，爷爷，姐姐，爷爷，妈关门了，妈看你来了，爷爷，姐姐。你先坐，来来来，先喝点水，啊，谢谢。你要告你两个女儿？嗯。你离家多久了？大概有十年了。为什么不愿回家？我家就不是个家嘛。那为什么现在又要回家？我有病，身体不好，父母年龄大了。自己都行动不便，我需要人照顾吗？我有丈夫有娃，他们应该管我。好好好，你先控制一下情绪。这个案件法院已经受理，下来法院要进行调查和审理，你先回家到家等一下法院的通知。对。小凡，你把大姐送一下。好好。顺便通知一下小楼，咱们就本案开个会。我先走，拜托你了啊！好。你们怎么不走了？是不是有点紧张？没事的，一会儿见到妈妈了，要和她说一说心里话。毕竟是咱们的亲妈，是吧？没事的，走吧。走，没事的，别紧张，走，跟着我走。进来，慢点啊！快看，那就是你们的妈妈。
今天我们就原告刘桂芳关于自己赡养问题一案进行调解。首先，征求一下原被告双方的意见，原告是不同意调解。我同意。被告是不同意调解。好，下来咱们就进行正式调解。刘桂芳，你在诉状中说，你的两个女儿将你告上法庭，是你原因是你回来后他们不接受你，你感觉到亲情的冷漠，对吗？对着你。那么刘桂芳，你可想一下，你的两个女儿在这十年间没有你的任何消息，没有感受到一点母爱，难道你没有错吗？这十年间两个孩子没有母亲，又和一个脾气不好的父亲在一起生活，你想过孩子的感受吗？人家是打啥车的？我说我没有人嘛，双亮是野孩子。那么赵翠玉，你现在好好反思一下，当年结婚后你是怎样对待刘桂芳的？你的种种家庭暴力，连你的邻居以及村上的书记都知道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一家之主，你不感到愧疚？更何况家庭暴力本身就触犯了国家的法律，这一切是从你开始的。你的坏脾气破坏了你的家庭的和谐和幸福。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当初对你的老婆和孩子一直很好，你现在可能在外面打工，你的老婆刘桂芳在家照顾孩子，孩子现在长大了也会孝敬你们，你们一家四口享受天伦之乐。可现在呢，被告赵艳艳、赵倩倩，你们从小就听你的父亲说你的母亲抛弃了你们，这是偏激的。其实你的母亲一直很牵挂你们，你的母亲这十年间能生存下来的唯一动力就是你们两个。假如现在你们感到悔恨，今天是这个家破镜重圆的好机会。你们已经丢掉了十年，我希望从今天起以后的每一个十年，你们都生活得很幸福。你的妈妈的病其实是心病，如果你们的家庭活好了，她的病自然就会好的。今天我不仅以法律名义，更应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忠告你们，达成调解协议，回去好好的过日子。被告赵艳艳、赵倩倩，你们同意赡养自己的母亲吗？好，现在经法庭调解，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第一，被告赵艳艳、赵倩倩自愿履行对母亲刘桂芳的赡养义务；第二，原告刘桂芳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。爷爷，倩倩，我是妈妈，原谅我吧。桂芳，我错了，原谅我，咱回家好好过日子。